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节目吧，欢迎大家点击关注我。最近呢，哎呦啊，韩国又开始闹情绪了，韩国人民开始群起抗议，抗议韩国的一部电视剧，这个电视剧投资呢高达2800万美元，但是这个电视剧里面呢，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讲这个泡菜中祖国，结果韩国的观众们不干了，就相当于好像就中国跟韩国那帮人又开始争，我是泡菜老大，你他妈是泡菜老二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就基本上就你们他妈这帮王八蛋，天天老整这些破事，我都不想骂你们。结果韩国有什么呢？62万韩国人致信韩国政府，反对在江原道设置唐人街，因为呢，就是韩国这民族主义也是很牛逼的，就是说他们要抵制那个电视剧，他们认为自己是泡菜老大，就这个意思啊。韩国 SBS 电视台制作的《朝鲜驱魔师》。因为内容扭曲史实，同时出现了中国食物和道具，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反对。这个电视剧以朝鲜太宗为时代背景，但是剧中又出现了类似于中国古装的服饰和道具。随后，这个电视剧方呢下架电视剧，而且向观众道歉。结果，胡锡进就来他妈干上了。胡锡进说呢，中国确定了泡菜的行业标准，这也包括韩国泡菜。我操！胡锡进，你他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不是，我就那不不，我是跟大家讲啊，韩国它有的时候呢，包括中国，我总感觉韩国有一点像。缩小版的中国，或者更富一点的中国，我有的时候不理解韩国人民为什么对这些东西很激动。也就是说，中国说泡菜是他的，是他就是他的嘛，这不你急什么急？有什么好急的？中国要是说汉堡是他的，美国人民绝对不急，美国人民才不在乎这个，那就今天该吃就吃。是谁的，反正还是要吃，对不对？根本就不在乎这，爱怎么讲怎么讲。美国哪有说什么民族尊严，还天天跟你扯淡？尤其是中国也是个神经病的。我现在发现他们中国跟韩国他们两个神经病，就是他这个民族主义高涨，高涨。而且这两个国家呢，他妈全反日，就是说，他是什么呢？只要一谈到日本都反，一谈到日本都反，反来反去，知道吧？那韩国他妈慰安妇又把那慰安妇什么雕像弄出来，又他妈扯淡！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历史的真相，韩国的大部分慰安妇，包括台湾的。还有中国的大城市，大部分是自愿的，因为城市里面有太多的那个失足妇女，她这个慰安妇在里面干活是拿钱的，因为她你就把它想象成妓院，军队的妓院嘛，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但是在农村地区，就开始属于那个叫迫害人权、强征慰安妇。就是说，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这个是实话实说。还有呢，曾经有过一个端午节，就中国跟韩国这帮人真的是很像，说韩国把端午节申遗了，然后中国人就开始急了，啊，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你怎么能申呢？哎，我就在想啊，我这人跟你这一般人真的不一样。生就生呗，韩国你该怎么弄怎么弄，
我不在乎，真的。你外东北，你还是什么西藏，还新疆，还什么，还云南独立的，跟我有毛关系啊？反正不是我的，对不对？中国没一寸土地是我的。中国的文化说什么？说这个文化被韩国弄去了，这个文化被台湾整了，这个文化被越南弄了，弄就弄呗，这跟我有啥关系？我。而且我跟你说，人家这个端午节，好像他们申遗不是端午节本身，是端午节这个节日在韩国有一个习俗，人家申请的是这个。另外，韩国还有个叫什么土炕，就人家那个民族啊，有一个土炕也准备申遗世界文化遗产啥的，结果中国的东北急了，这不就是我们东北的土炕吗？我跟你是这帮人，他妈中国这帮人，我就没法跟你们整。我早就说过，我自己一视频主要是批判中国人跟韩国人，这两个国家的人太像了，太像了。在美国，韩国人说话声音很大，真的。你不要就韩国的什么大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女的，包括年轻的女性啊，到了什么景点啊，什么这一弄，声音也很大，真的。我。亲眼目睹，韩国的国民的素质真的是需要提高。你中国，你这帮，哎，中国就没法讲，中国真的是没法说，就太差。那韩国现在的话也算进步一点了，因为他这个毕竟教育程度啊，他需要慢慢提高嘛。而且韩国本身他国内的压力很大，人民活着的压力特别大。就是难受，这国家说什么说收入高了，什么房价高到你无法想象，老百姓也买不起房，啊，什么压榨，那就韩国大概根本就没有台湾过得舒服，真的没有，他这个压力太大了，当然比中国也不知道好多少倍呢。中国你这帮真的是第三世界，那真的是灾难呐，就没法说你们中国你。你就不要一讲韩国，你就不要嘲笑人家了，你比人家韩国差远了。虽然你们在民族性格上许多时候很像啊，但是中国比韩国大概差个，从经济发展上起码是30年，起码30年啊，中国差日本起码50年，从经济发展。中国差美国，中国现在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没有达到美国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就100年前的美国人，达不到了，达不到啊！啊，这个你别不信，你到那个100年前，你看美国人吃了什么？生活水平穿了什么？你就看一下，美国人在一九，我看过那个博物馆，1960几年吧，有一个房车。1960几年，美国人开着房车去野外露营，是美国一般家庭的生活方式。一般家庭的，在1950几年、60几年就是左右吧。美国的年轻人，大学快要毕业或者毕业了，哥几个，搞几个人嘛，大学生，男男女女，直接上一个面包车，搞一辆汽车，从东海岸开到西海岸，一路大麻抽着，一路开着车，一路怎么地，就是说，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啊，这就是人家的生活水平，美国的生活水平。美国1969年就登月了，不跟你地球上的人玩呢？就许多人还天天说美国多么发达，发达到你无法想象。1969年就登月了，那还有什么跟你好玩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你真的是。汽车、
100年前美国发明，大概在1919年吧，不，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1929年，美国几乎家家有车了，有汽车了，家家有汽车了。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时候，就是美国人有汽车，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就是它就是个代步工具了。在1941年二战的时候，中国他妈连汽车什么玩意可能都没见过。当时的美国汽车已经是美国人的代步工具，取代了骑马。你要说为什么我知道？是那个我看过博物馆里面人介绍了，因为这个汽车啊，它代替了马匹了，没法搞。洛杉矶高速公路1950几年建的，最晚了大概是1950几年建洛杉矶高速啊。这个家伙就太强了，去！哎，不敢想象了，不敢想象了。整完美国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几十年前就这样。我之前就是大家都知道，华人区有一个地方叫 Monterey Park，那个城市呢。有一条街道是在1959年建立，中国当时正在大饥荒。那个板呢，那个就是人行道的板，上面写着日期的，写着年份的，1959。那个板到今天还能用，啥概念呢？跟美国这差距差到哪？真的是曾经有一个人说过。人类的幸运在于拥有美国，真的，没有美国，你这帮都靠你们这帮他妈第三世界废物能行吗？啊？都靠你们能行吗？那事实证明就是不行嘛，都靠你们，你们还得了？包括我看的，我看这个第三世界这帮人。我看到 Clubhouse 里面讲啊，说什么说美国要禁枪，我说你，我当时一听我惊呆了，我说你开什么玩笑？美国宪法的要求正案就是个人拥有人民众拥有枪支，你想修改宪法？我说在美国这大事，这不得了，还有一个说什么控枪还啥的，哎呀，说有枪不安全，哪里有枪不安全？啊，人人有枪，他才不乱。现在有人来抢我，你说我报警有用吗？我已经被杀了，警察来就给我收个尸就完事了，真的。你抢劫犯去你家抢劫，你没枪，抢劫犯先把你杀了，你报警，警察来也没用了。没枪能行吗？这些人我都他妈就没生活在美国，而且我跟大家讲，美国大部分地区没警察，他是村民自治，尤其是这个中西部啊，大部分你开车看不见警车的，你报个警，那警察开车半个小时才能到你家。你说这种情况下没有枪怎么能行？怎么能行？你不要说防坏人嘛，防野兽你都得防啊！你没有枪怎么无法想象呢？所以你说在美国你还讨论禁枪？你禁枪你还来美国干嘛？啊，美国的宪法上面写了呢，你不认同美国宪法，你来美国干嘛？不有兵吗？而且枪不杀人，人杀人，还有什么呢？你进的是好人的枪，他妈坏人，他总有方法搞到。尤其是我最讨厌的，就民主党什么的控枪法案，把他妈枪给限制住了。我说你限制的只是好人限制住了，坏人
他就要违法，对不对？把枪支改造一下，很容易的。弹夹你说10个，人家到外州买一个20个弹夹，就是说装20个的那个子弹的弹夹，到外州买完，到加州犯案，你咋办？你咋弄？所以我说这纯扯淡，控枪法案纯粹就是扯淡了，它根本就解决不了犯罪问题。那怎么办？人人持枪，人人持枪，枪支放开了，对吧？你这放开了，你大火力人人就人人携带，你就跟美国那许多乡村的呢，人人卡这个皮卡上面有枪。人人有，那一点都不乱。那你在美国那乡村那家伙住，门都不关，就洛杉矶许多地方也不关门了，哪有多少抢劫案？那歹徒敢去抢啊？只要你一响，主人枪一响，一个村100多户人灯都亮，都拿枪出来了，你不把你干死，天天把你送你。我 这个是就是，你必须这样，你不这样是不行的。我在那个犹他州，我加油的时候看到一个摩托车，它旁边挂着一个左轮手枪，很正常。好人有枪，那是对社会富有，就是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做出重要贡献。好人有枪啊。前几天我去打靶，有人说：“哎呀，打靶场他妈又是有坏蛋，把枪口没有对准，对准靶子，对准人呢。”哎呀，我告诉你，不可能的。罪犯是不可能去靶场杀人的，是不可能去枪店杀人的。他不是傻逼，他去了都是什么校园枪击啊？学校里面没人，没人带枪，他敢去？他有几个去公安去警察局的杀警察了？他都知道警察有枪，明白这意思吧？他们这犯罪分子，他也是有脑子的。你说那野外靶场，他还敢去说杀人？疯了！我说他。真疯了，那地方人人都有枪，警察还没到，先把你解决了，直接就给你搞定。人人有枪，他才不乱。这黑社会、贩毒集团才不会大规模形成。你直接干他家了，你说反正你也没法活了。在墨西哥你没枪，只能听贩毒集团的。在美国，贩毒集团你来干你，来欺负你，你到枪店买几把他妈的 M16、AR15，买几把，直接就把那毒枭给扫荡了，分分钟扫荡。真的，你到了外州，我还看过那外州卖了个手枪，叫什么自动手枪，就是那手枪能打20几发，一按住，哒哒哒哒，就跟冲锋枪的呢，哒哒哒。我操，那火力太强了。这个家伙，拥有武器的人民，那才叫好的人民。拜拜。